说，靠，你不是又割小号吗？他也会讲这不好说，好的行为，因为你们会错。你录影存证啊，你别害我。他等一下说，他等一下说，哎，你来厦门出差的钱自己付。欢迎台中哥，我应该知道你是谁，点点点，我应该知道你是谁。应该是看我们家族看一段时间的宝宝。嗨 C， 好看好看，非常看好看。我今天不能唱歌，我只能跟你们聊天，好不好？因为房间的隔音很差，我等下怕被骂。哎，大红哦，嗨李四，欢迎飞狐。隔壁有猫叫声吗？有。我刚刚拿榴莲披萨的时候有听到。我觉得你是某某人啊，反正我觉得。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。Miko， 你说的是这个猫叫声吗？喵喵喵喵喵。隔壁那猫叫声很吵，超吵的。很尴尬。Hello W， 欢迎靠近你好，欢迎 MO 雷锋好，欢迎小林。哎，点点点，我就是这样想的，点点点。我去买酒，好，是很舒服的猫叫声。哦，有时候不见得是舒服的、啊。宝宝是很吵的猫叫声，很吵，你又知道人家舒服了。Miko， 你有经验吗？你又知道人家舒服。还有伟轩，人美更美，心更美。歪台了啦，歪台了啦。还有灰太狼，我刚发现我的酒柜有榴莲酒啊，榴莲有酒，可以喝吗？榴莲酒我没喝过哎、欸，我吃过榴莲，吃过榴莲披萨，我不晓得有榴莲酒。水电维修工好，你怎么那东西？你不要留给我，留给我，留给我。小小好，你好 ，Jason 好，欢迎低调。鸡姑拉回来了，嗨狗哥，你赶快去喝酒，鸡姑赶快去喝酒。Hello， 细雨骑驴，你好。这边很方便，出门都不用带现金，你就带手机就好了。手机有电，你就可以用支付宝还是用微信买东西，超方便。再努力，欢迎小菊花。等下去隔壁赊账。对啊，超方便啊，超方便啊。隔壁的大婶，你说干妈点那种吗？隔壁可以让你赊账哦。那你住哪里？我改天去那边买东西，我就报你名字赊账。我报你名字赊账，可是台湾的微信支付好少哦，现在很少。在这边是连那个小小的那种便利商店啊、干妈店那种都有微信支付哎。嗨小五，我住在这边不回去好了啦，而且这边又东西又很便宜，我可以这边做大富哦。现在台湾接口支付比较多。很少 ，Nico， 我跟你讲，北部有，可是像我们乡下比较南部一点的很少，超少。现在摊贩都怕收到假钞，条码安全，对，这个最安全，我觉得，而且这个最方便。我觉得这里好方便哦，台湾以后不晓得会不会也都全面这样。小兵好，枫叶宝宝，枫叶宝宝好，笨丸你好。对蔚蓝，还有的等待啊！嗨龙飞，枫叶宝宝，你怎么都没进来看我？晚上好，好久不见，点点好，欢迎点点，欢迎 A， 刷条码就跟刷卡一样，钱怎么花？哎，也是哎，就是你很方便，就是你一刷，然后就可以买东西，你完全不用拿钱出来。Hello E，
60岁才会全面通行，就是扫条码，是不是？金姑，你现在几岁？嗨，心雨。因为我今天很白痴，有没有？自动通关出不去，谢谢礼物，宝宝。欢迎风雨同路。我今天怀疑我的智商，我想说奇怪，为什么自动通行不能通过？猫波用户，尼姑你38，你认真？看小军哥。TF 叉好，欢迎 TF 叉。我以为你20几耶，欢迎君从太阳来，点上你的关注。喵猫用户好，鸡姑奶什么时候结婚啊？猫友你好，可以结了啦，是双子座的，有没有是双子座的？星座运势说明年呐、70年次有。70年次现在已经38了，我不知道了。星座运势说双子座，有双子座的朋友明年有可能有爱情运跟结婚运。你是双子座吗？37到38，37啦，算37。秒表，欢迎唐舞，欢迎爱马仕，欢迎雷神。双子座的，你是处女座的，我大学的闺蜜是处女座的，哎，老朱来也跟我很好，可是她就是她房间很干净，我房间很乱，和我跟她一起住，两个人一起住，哎，我哥，天王星卡，点上你的关注，点关注。Hello， 许用心，欢迎13。绿色羽毛你好，宝宝心里苦。你看他看你的房间会痘痘吗？他是没有啦，没有说过他不舒服啦。生日要默哀，就是又多了1岁了。你生日什么时候？帮你唱生日快乐歌。谢谢关注宝宝。Hello， 忧伤，他会帮你整理房间吧？他会叫我要洗衣服了，他会提醒我说你该洗衣服了，然后我就说好了，我等一下去洗衣服。哆啦咪好，然后就忘记又没洗，不会，他只要提醒我，我就会去洗。因为我常常往外跑，我都没有在家里面，然后我回家的时候他说你该洗衣服了，我就说好，等下去洗。嗨，另一位王子，我是结婚了，真的一个小女生，幸福，欢迎幸福。Hello Lin， 长得像萧亚轩。长得像萧亚轩，身高173公分，然后我在他旁边好小，自我158。来自江湖你好，欢迎超哥。你知道你可以长得像萧亚轩，超级像萧亚轩，超级。Hello WC， 我158，我其实穿起来160啊。Nico， 你那是什么意思？WS， 你的脸拍一张照片。丁丁157，我以为你有。靠，我的比例有这么好哦？你赢他，对，我赢他，而且我穿鞋子穿起来就比他高。幸福有安全，立刻好。
起来也有170啊。